我是公关列车长的白石年，12月1号，然后秋蛋6:56红牌就是又来一台盈利收尾消耗，这牌是11100是那个发射掉七八千刚好基隆的盈利收尾消耗，十样面组用900钱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区间卡奥法圈块，这台是我看一下904区间车11100是开往基隆南港发车的，然后这台还是10074次开往英歌基隆发车将续班线，还有英歌的阿法圈快车，七三二加731，然后下面的买单门都到9.5到8129。